哎，有时候以前 Foxy 下载音乐都会下载到 A 片，这是真的。有一次路人超好笑，他高中的时候很开心，要跟我看那个什么，那个叫什么？神鬼奇航。对，神鬼奇航。他说他找到一个完整版的神鬼奇航，然后我们两个看了之后傻眼，他是神鬼奇航版的 A 片。那你们还是看完了吗？没有啊，因为不懂在干嘛，而且他前面是真的拍得很认真，他还有那个《神鬼奇航》的字体，然后还有那艘船，然后还有海浪什么的。你说你们是几岁的时候？高中的时候。会不会路人觉得没下载错？他就是，对，他一直跟我讲说这个演员怎么长得不一样。他会不会就是在暗示你？然后我还跟我印象太深刻，然后就是还想说，对啊，那个。怎么跟预告片的不一样？可是他们又妆化的很像。你说强尼戴普，大家化那个妆都长得差不多是吗？对对对，然后他们那群演员好像是真的，就是要模仿那个对啊，神鬼奇航拍的。对啊，红妹抖那30块说：“你们这群变态，我好像也是。”问号。这那次是纯属意外啦，但我们是那时候是真的很想要看那个《神鬼奇航》，所以后来就觉得，他们怎么开始做奇怪的事情就没有看了。那你们有跟着做吗？当然没有啊 ！Oh my god， 我们在学校哦，你们在学校哦，路人真的很刺激耶！路人，原来你口这么重口味。那现在想想，真的是很用心的 A 片哦。他真的很用心安排这整个过程哎，你知道在学校播 A 片，他真的有那些绿幕跟造景的，还有那些火把，他们一开始出现在那个山洞里面什么的。雪碧酸酸的说，然后到一半就开始脱了，想说是什么彩蛋，想说奇怪，那个演员真的都不是我们看预告看到的，傻眼哎。